听讲福州话听有真难听出细节，福州话是也嗡啊哩。不要一讲我稍微细，那个巴龙啊也来有塞稿。你想表达谢意的时候，你会怎么说呢？普通话是说谢谢，会那个福州那种哦，那福州那是讲替老儿女，是呢？会因为某一座啦，想要听我说 key 老儿 key key 罗定老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两个字到底怎么写啊？其实这两个字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敬语，启动，就像是有劳大驾、劳驾这样的意思。比如《红楼梦》的第62回就说到哈，一群丫鬟刚进来时，探春、惜春、宝琴等也都来了，宝玉连忙迎出来，笑说：“不敢启动，快预备好茶。”再回去啊，就是说莫敢起老呀，敢饮杯好大，这就是《红楼梦》里的用法。除了《红楼梦》，在《水浒传》《儒林外史》还有《西游记》当中呢，都有很多我们福州人还在用的词汇出现。故意讲那个福州话，怎样个乌乌莫，怎样个乌里须，为福州话点赞吧！福州话杨梅，关注我依林妹。